咁大间公司，啲数做得咁靓，完全冇破绽。一边系攞咗企业优秀奖，一边系上咗企业黑名单。神系你，鬼系你。咩背景？我已经冇做警察啦，我而家系监察局商业调查厅厅长。娱乐业一旦开放，华新分少少都有十几亿啦。而家啲九出十三归嘅放数提升，你觉得你仲可以改变咩？钱冇人唔中意嘅，你知啦。你呢个 post 最近好高危嘅，你要做马骝戏，我陪你。我睇你点样洗白？我哋都系群嘲啫，又唔系害命。今次又想搞乜嘢啊？你两年前部署的计划今天可以正式实行。同我讲真话。